Tech Podcast 悠悠上山。こんにちは，大家好。いかがお過ごしでしょうか？欢迎大家收听云林最丰富的声音云云众生，我是云云众生主持人金井港，我来自日本。人生会发生很多意外，大家容易想到的意外就是疫情吧，好像现在台湾真的很严重，其实比日本严重，现在的日本啦，对。然后呢，有些人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改变自己的人生的路。今天简单分享一下我的疫情生活，其实我的人生也改变很多。我本来想要当日本的电视主持人，对，用日文的，但是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不能回去日本，所以无法考主持人的考试。那个考试呢，其实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才能考。对，台湾的毕业是六月嘛，我们日本的毕业是三月，所以就是一个是因为读海外的国外的大学的关系，还有一个是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不能考了那个主持人的考试，他的机会只有一次，错过那一次就没办法考。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啦，但是在台湾很幸运的做到 FM 的广播的节目主持人，这个真的很幸运了。我们都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不要放弃。今天的来宾也有重大改变的故事，请期待一下。今天邀请到的是永科大休闲运动研究所谢嘉轩同学。同学您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科大休闲运动研究所的学生，我叫谢嘉轩，目前就读硕一。然后我是大学的时候，我是来自于中山医学大学职业安全卫生学系，然后我学的是就是公共卫生方面啊，还有职业安全方面的科学。然后后来我的工作呢比较特别一点，我是个军人，职业军人。然后当了职业军人当了两三年，因为一些有疫情啊，还有一些家里面的因素，然后就跟了朋友出来开了个酒庄。那这大概是我的一些目前的状况这样子。然后大家好，谢谢来到芸芸众生。不客气不客气。你的人生真的很特别耶。对，就是一个斜杠人生这样。哇，想问的问题好多，应该现在听的听众们也很好奇你的人生故事，欢迎来询问这样子，我们都可以聊聊。对，那我代表听众的大听众们问一下很多问题好了。好的，请说。首先问一下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苗栗人。啊，苗栗，苗栗是台中上面，台中的上面是苗栗。对，那边算是山下吗？还是苗栗是个山城，都是丘陵地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不算是都市啊。不算不算。哦，那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地方。比较像是云林这种环境吗？类似，可是苗栗可能就是你看到旁边都是山比较多，而不是平地。哦，那为什么本来是中山的大学吗？中山一，台中，台中，台中的台中的大学。对，然后现在突然读云科大，为什么读云科大呢？因为刚好云科大有我想要读的，就是休闲这个科所。所以我想说，也在中部，我移动啊、交通啊，什么都比较方便这样子。骑机车，开车，开车，那个从苗栗或是台中骑机车太远了。也是啦，没错。那你为什么想要读这个休闲运动研究所呢？目前跟朋友开休闲酒庄嘛，我刚刚前面有提过。然后就是想说休闲酒庄，我可能需要一些休闲的概念来融入我的行销啊，我的一些产业的这些面
像实物面来说，所以我可能需要更多基础，毕竟不是我原本的学科，不是我大学的学科这样子。所以开始疫情之后，就你突然想到，哎，应该要学，所以来到云科大，也是一个机遇啊，因为疫情嘛，然后我们的就是收入啊，都是降低了嘛，就是经营都是没有客人嘛，那刚好这段期间就是一个进修，我认为是进修最好的时间啊，可以趁机来蹲得更低而跳得更高这样。所以现在是你的茁壮是没有营业吗？有营业，但是可能就是交给我的 partner 去处理。是这样子哦。然后我可能就是 work from house 这样子，在家里面处理一些文件啊，或是一些可以处理的事情。所以你边工作边读书？对。哇，很辛苦耶。是，还好就努力这样子啊。对，不错不错，这个也是一个疫情给你的好的机会吧。对，那你开始这个茁壮之后就想读这个休闲运动吗？还是其实刚开始只是想说看能不能去经营好这个茁壮，而经营茁壮可能发现很多问题，还是需要就是从基础来解决，那才觉得要来读更多的东西这样。接下来问一下这个休闲运动研究所的问题。是，这个研究所的上课内容是什么？我们上课内容有乐龄相关的课程嘛，然后还有就是休闲相关，就是比如说休闲产业啊的相关，还有运动方面三个方向的课程这样子。对，基本上就是可以选专业的部分嘛。创业专业，就你的话选休闲嘛？我是往休闲的课程修比较多这样子。哦，但是还是要学运动，也要学运动方面也有。对，但是运动跟你的就是你的专业是完全没有相关吧？比较没相关，我的酒庄是跟可能就是休闲观光比较有相关这样子。哦。那运动方面的上课你觉得无聊吗？不会无聊啦，每个课程都有它的一定的内容在，就是遇到不管什么课程都是努力去学习这样。做不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你这个研究所休闲运动研究所学到什么呢？学到的话可能就是一些休闲观光的一些行销啊，或是一些经营的模式，或是一些不同的方式去对于您的那个产业面的应用这样子。跟管理学院学的东西不一样吗？不太一样，因为管理学院学的就是比较纯管理嘛，然后休闲运动的休闲方面可能就是对一些休闲活动的设计啊，或是一些就是研究方面的东西，就是跟管理学那讲那些不太一样。还蛮有兴趣耶。是，那你下课后会做什么？除了就是茁壮的工作之外。我下课其实蛮无聊的，下课就基本上都是回到宿舍啊然后可能看个论文啊，然后就是追一下剧嘛。哦，你住宿舍哦？对，我住宿舍。对。哦，宿舍，云科宿舍怎么样呢？云科宿舍就是很普通的宿舍这样子。对，我也住过。因为我大学时候住的宿舍，我们那时候是个人雅房，我们大学的宿舍是个人雅房。对，然后水电没。水电不用钱，就是随你用这样子。所以我会觉得云科宿舍就是真的很一般大学的宿舍而已。哦，对，你的大学宿舍应该是特别好。对，就一学期大概是云科宿舍两倍多的价格。哦，我价格也还蛮高级的。对对对对，我原来是这样。哦，那我最后问一下一个问题。你有什么想要特别分享的故事或者是经验呢？觉得我要分享怎么样的故事？人生故事还是？都可以，人生故事也可以，大学的故事、研究所的故事都可以。
大学研究所，其实我个人没什么故事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在写自己的故事了。对，哦，所以你还在摸索自己的人生，我还在摸索自己的人生，这样子。蛮重要的啊，就你的梦想是什么？目前的梦想啊，就是把酒庄给经营好嘛，然后看能不能让这个产业可以更茁壮，然后带来给就是当地一些更多的就业机会，这样子。目前的想法是这样子。哦，很好的梦想，希望你的梦想会呈现。我也希望，对。谢谢同学介绍给我们永科大。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日文的礼物。今天的礼物就是諦めたらそこで試合終了ですよ。帮我念看看。諦めたらそこで試合終了ですよ。啊，谢谢。不再说，不再说。这是日文的意思，就是如果放弃就结束的意思。我们其实常常会放弃一种东西啦，像我们疫情的时候，有些人放弃了自己的梦想。我也是，其实有放弃过留学的机会啦。我原本两年前，就是我在台湾读书，然后暑假的时候想要去欧洲留学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放弃那个机会了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想要去啊，所以疫情结束后有机会、有时间、有钱的话，可能会去欧洲留学。如果现在放弃掉那个的话，就我的英文能力就到这里嘛。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放弃。对，然后今天的这一句諦めたらそこで試合終了ですよ。这个日文是。应该大家都叫那个灌篮高手，是知道吗？那个篮球的，那个里面出现的一句日文很有名的，应该是如果去日本跟别人跟日本人说这一句话，大家都知道的超有名的一句，希望大家背一下。諦めたらそこで試合終了ですよ。好，那同学最后有没有感想之类的，今天的感想之类的。哎，我就觉得今天就是很开心，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，还有一些聊天这样子。谢谢大家这样子，谢谢。好，大家更想要了解永科大休闲运动研究所的话，可以来看看永科大网站，加上我个人的 YouTube Podcast 也在说明栏里面。有兴趣的话，帮我订阅一下。今天的芸芸众生差不多到这里。今天的来宾是休闲运动研究所谢嘉轩同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次线上见咯，拜拜，拜拜，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。